抢手人气排行榜。开始。哎呀！抢手事情，买东西送老公，老公就是个王。自敲人气会是谁？咪咪。为什么？因为年轻漂亮。漂亮。就要先把他踩到脚底下。最想把老婆换成谁？经常骂那个亮哥，跟他骂儿子一样。啊，不然你们怎样去嫁给小亮哥？这样子的妻子能够帮助丈夫的话，是非常非常好的。我老公都跑票了，这么三个的身材可以维护这么苗条的线条，你这大叔型的，他全部压力太大太大了，还敢哭的是我吧？原来小可最胖。哎呀，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喂，对，因为跟他不是太熟，就这样的嫉妒心，就是那种越年轻漂亮的，漂亮对不对？对，你就会不想。要让他知道哦，就要先把他踩到脚底下。啊，罗定，好，基本上呢，在我家老公就是个王，他不用动口，不用动手，只要一个眼神，我就知道他要做什么。而且他喜欢吃西餐，我就扮成洋妞。哎呦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他说他没有上过酒店，我就是扮成酒家女。好有情，没，我知道你心情忐忑了。我一脸就是长得就是那么凶的脸。大家都知道，我在我老公就是存款只有3块钱的时候，我就肯嫁给他。有这个故事。然后就是我也出来赚钱，然后我的生日礼物，我今年生日礼物就是告诉我自己买什么东西会让我会开心，那就是让老公开心啊。你生日的时候反而是买什么让你老公开心啊？对，就是我的愿望，就是我生日礼物会开心的事情，就是买东西送老公。所以你的生日礼物是买东西，自己的生日礼物在中了，老公的心情才是。然后我老公那时候就是因为他看了一台车子很久了，他舍不得买，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贷款买了一台车子送给我老公。送机啊，对，哇，没选你的人现在一定后悔，真的。海迪怎么说？你送呢？他就哭了，他哭了，对，因为我有给照片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，哈雷呢？哎呦，哇，这好厉害哦！1000个人夫哦。来票选，如果你有可能的话，你想把老婆换成哪一位？林志佑。好家长至少在中间，他已经过了一个如狼似虎的一个年纪了哈，那所以呢，他应该是会有一个清心寡欲的感觉，就是看破红尘。你没看他长得慈眉善目，已经有一点师姐的样子了，所以说他会很专心的在家里面相夫教子。他本身是购物专家嘛，嘿，一嘴就这两只这两步啊，该玩给大刚爹就给他听一点，我差不多吧。看他平常骂那个亮哥跟他骂儿子一样啊，这个药我是受不了了。如果他是我老婆，他这样刁我两句哦，我可能会气消停。他爱小孩子，他会爱到小孩子之后呢，他连老公都忘记是谁了。只有经过小亮哥，好像在家里面一点身份地位都没有。愿意嫁给小亮哥就很了不起了，欣赏他。啊，不然你们怎样去嫁给小亮哥？终于受不了了。你讲的自己好像地藏王菩萨一样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？是不是？今天才第4，不是最后一个，你不要啦！算是这个女人界的什么清道夫，你知道吗？有人有办法跟破那种，还能够结婚了不起啦！30如狼，40如虎，啊，我这个年纪要配合他，未来其实我是辛苦。我年纪太大啊，因为他年纪比较轻嘛，他还有他的这个需求啊，跟这个欲望。我看起来满，哎，他真好，看起来欲望高吗？我可能满足不了他。对啊，意思要说我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。我躲着念就好了。喂，被光头保罗使用过的，我无法。谁要给你啊？谢谢你们，然后选我。虽然我脸看起来臭臭，可是我晚上会让你真的是很开心。不要不要，不要不要，不要不要的，不要不要。
可怕！哎，投你一票就送你一页。他在日本受过教育，你也知道日本女人对这个老公的这个服饰是百般的 kimoji 的，所以基本上老公讲的话他一定百依百顺。而且之前呢，我们知道他跟这个阿迪在这个非常低潮的时候都陪他度过，所以如果以后我遇到低潮的话，我相信有妹在我旁边，我一定可以东山再起。蛮有生意头脑的。如果有这样子的妻子能够帮助丈夫的话，是非常非常好。这位学姐，怎么可能换？打死我都不会换。他有跟我讲说，我都可以买小三送他。他说这种老婆，哈雷去哪里找？哈雷，对啊，你的腿真的没话说，比例也很好。哦，都是好话。来，这段徐小可。其实大药剂，好玩呐！我们是三个小孩，生了三个小孩，然后跟我三个小孩的那个年龄呢都很接近，所以他如果换过来，应该可以比较可以得心应手。这个笑起来又很甜美，而且啊，这个还是台艺大的高材生，生了三个，身材还都如此这么好，而且他的身高是我要的身高的这个标准。我们呢是同一个妇产科医生，这小可呢生小孩基本上呢就跟电动生产机一样，一个就出来，一个就出来。所以我想说，如果娶了他以后呢，一定是子孙满堂。我很羡慕 Ben 啊，哦，你看这个老婆呢，没事房门关起来就怀孕了。最厉害的是说，你每生完一胎，生完三个了，身材可以恢复这么苗条的线条，我觉得真的很棒。你是大猪型的，他繁殖能力太好，有点像兔子，一生生了一窝，你知道吗？半夜不知道，可能那只是灯泡没亮，换个灯泡，脚一跨过去，着床了。繁殖最想把老婆换成谁？第七名，也就是今天的最后一名 ，Vicky。人家说呢，娶妻当娶贤内助，刚好这些优点他都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很害怕于浩然学到你了。他这样子瞪着我，我就不想要跟他在一起。就嘴巴这样碎碎念啊，然后他老公一定很受不了他这样。要我是他老公，我就痛苦一辈子。亚兰的那个新闻给我，然后他就鼓励我说：“妈妈，你可不可以练得跟亚兰阿姨一样？”然后让人家报道说 Vicky 生死的看不出了，不要哭，不要哭了 ，Vicky 姐，你的腿很美，不是我的腿比例没话说，生死的看不出来。我是最后一名，我只说我女儿都会鼓励我这件事情。哎，亲姐吧，是。亲姐。哎，不是啦。你又不是最后一名，你又没有吃宵，你在干嘛？没有比赛。真亚兰。你现在知道说我上次为什么会哭了吗？太感人了，我在哭什么？对，太感人了，真的会哭，真的会哭。而且我要从第一名，我要从第一做到第七，我都没哭了，好感动。这张毛巾太舒服了。觉得我的身材跟小可好像没有什么差别。你的比较好，你有腹肌耶。哎呦，等一下录完你回去该不会唱？脸蛋、身材、厨艺，样样没话说。谢谢。长得正又旺夫，根本是熟女版的梁凯丽。女神，女神，四个字，短短的，她，我可以。哎呦，可以，你也可以。富平只有一条，但是富平也很厉害哦，是很正啦，所以很有可能会让老公戴绿帽，也是好事，这也是好的。
演戏美嘛，而且经常看他跟昌平在晒恩爱的时候，你都想都能够想象说哇，有画面吧？不可多得的好女人，能进能退，能说能放。娶回去之后呢，她可以逆来顺受，顺来逆受，而且带小孩子相夫教子，样样精通，可以算是一个全方位的女人。能够娶到她，真的是上辈子积了德，有好福气。重点就是，以她这种岁数还可以维持这么好的身材，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这几年来，我第一次看到你笑到脱框。正常人笑都五官都要框嘞，对不对？哈哈哈，这样而已。他笑到哇！